沉水，在三分钟之前这是淹水的。我们水全部都退掉。视察澄清，成河路口原本地面积满了水洼，在三分钟后立刻退去。金玉泥展现效果，也让韩国瑜展现笑容。但原定不公开行程的画面之所以释出，确实因为这个原因。猛暴性豪雨袭击高雄，却有网友趁势抹黑，直指韩国瑜神隐还在睡，喝高粱。新闻局次才立刻揭露影像打脸。韩国那边拢会不需要这么多媒体，我做啥看的？哦，去年有啊，啊，今年还没有。马不停蹄走往抽水站视察，水位如期迅速下降。视察完公有设施，韩国瑜下午再转往男子鸟松、盐城等传出淹水区域视察。当地居民坦言，相较于过往雨来的快，退的也快。由于地势低洼，男子右昌街过往每逢豪雨必淹，光短短三个小时就已经累积100毫米的雨量。对此，韩国瑜援引中医治病观念：老天爷要下多少雨，我们不知道。但是配水的速度就是我们要做的，提升公司就是不一样的。那今年这个雨下得太快，没有把它的原因找出来，就像中医看病一样，望闻问切，它淹水是什么状态，通通要把它解决。我们是希望在2年半之内。强调天要下雨治水，却事在人为。韩国瑜22号下午在紧接着视察鸟松、桥头、仁武等区，落实望闻问切，确保治水能对症下药，药到病除。谢国相、张宇轩 ，S 小组台北高雄报道。